板印象误会大，外国老师有口难言。我都是不断的送到九，送到九，然后你这样不开心啊？隔天迟到两个小时，哎，老师你为什么迟到？因为你昨天给我的那么多威士忌，我都喝光了，我宿醉，你们都活该了。对。他们这样就问我问题的时候，我假装没有看到了。他有看，你假装没有看。有，当然有看到啊，他一直过来。这是你来台湾的原因、啊。对、啊。见错心。今天晚上九点，同学来了。